了松弛、皱纹、脸黄、暗沉，甚至做了医美保养，效果只能维持短暂这样子的问题吗？那请帮我记得一种犒劳抚纹的汉方成分——补骨脂，它可以紧致拉提、提亮光泽，效果甚至比 A 醇更好，而且比 A 醇更加温和不刺激哦。我是中医师林朝威，犒劳我推荐初体赞奇迹修护霜精粹，拥有业界高浓度3%的补骨脂分，油水双层，专为台湾气候设计，不会黏腻。主要可以针对脸部的垂垮、松弛、调理啊，提拉紧致啊，抚纹抗老。再搭配人参丝球霜，使用整颗人参萃取，还有银杏、鱼腥草、蚕丝蛋白等多种抚纹提亮因子，可以调理蜡黄暗沉，恢复肌肤通润。两瓶同时使用28天，肤质就能有很好的进步哦。相信我，只要改善脸垂、脸松、脸垮、脸黄，视觉上一定会更显年轻。我推荐初体赞，它真的有效。